我们基金会呢也很需要社会企业大众，然后对我们肯纳基金会的孩子的关怀，非常感谢大家到来，非常感谢给我们肯纳的支持跟关注。我们这采乐之袜这次借由就是圣诞节这个机会呢，然后来捐赠袜子给肯纳这边，那希望呢肯纳这边的学员都能够开心的欢乐的走出户外去。更多人了解我们肯纳基金会的用心和努力，也让更多人来热情响应。民众大家也可以抛砖引玉，然后集结更多的企业来帮助我们肯纳的这些小朋友们。